那么今天我也带了中国发展中心严青主任啊来向各位拜个晚年啊，祝福各位，有请。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天尊，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尊敬的、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混下圆禅师，还有我们虎尾教室的住持郑佩宏讲师，还有我们的郭菩萨夫妇，还有各位讲师、护法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国际宗务发展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宗主办公室的主任，我叫做圆心，我的法号是圆心。我今天很高兴跟师父来到虎尾教室，我们师父提供代表提供出损，今天来到虎尾教室是第四十六场，第四十六个地方。各位有没有看维新天下事这个节目？有哈，大家都知道，师父有开示说这是大，这个是坛，第四十六坛，就像法会一样，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我们师父带着天公的祝福来跟大家相会，来跟大家交心，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师父的脚步很快？今天提早了四十分钟到，所以早上不到八点钟，我们师父就来到虎尾教室。其实我们虎尾教室其实一半以上的同修都已经在这边等待了，都已经在准备了，所以呢我们虎尾教室的同修也可以跟得上师父的脚步，对不对？对。咱师父齁全年无休，大家都知道嘛，齁，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同修，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白天呢处理我们这些人世间的事物，晚上子时师父又上另外一个班，齁，晚上老祖都来交代工课咯，都来讲代志咯，啊，早时呢四五点就起来了，所以师父呢每天出门都很早。这个行道的四十二年，今年是行道第四十二年，一样，这个都长久以来千日如一日一样，这是我们要追随师父的精神。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呢，师父三元起家，三口银起家，到现在我们有五十个分寺道场，近百间教室，海外有八个分寺道场跟联络处，那这个同修呢上百万计在海外也有很多很仰慕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国外的教授、学者、专家，还有甚至是别的宗教的这个朋友，都会来问我说：“请问师父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这边来？什么时候可以帮我们看这个风水地理？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如法？”国外的宗教朋友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教主，他们不会风水，他们特地跑到台湾来问师父这个风水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全世界都需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是不是？我们今天到这个虎尾教室，很高兴我们郑佩宏讲师说我们这边人才济济，讲师还有护法讲师，还有很多准讲师，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想要报名师训班的？可以举手吗？还是这边都是讲师了，都是准讲师，已经是师训班的同修。在此也跟大家勉励，我们维新圣教有两个教育系统，最根本的教育系统就是易经大学，就是我们现在贤士同修大家在上课的这个易经大学。然后呢，易经大学正期班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到师训班，
师父勉励我们要成为天人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贤士，要成圣成贤，而且我们学易经是大爱，是大圣法门，我们要度人度众生，当然先帮助自己，然后再帮助别人，这个是大圣的法门。所以呢，勉励我们贤士同修一定要进到师训班来。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工作太忙啊什么，但是那个出发心，那个心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一直精进提升上去。看到我们的讲师、护法讲师，还有这个郭菩萨，还有很多的这个讲师，他们都一直在精进。像我们师父啊，今年他其实我们师父最年轻，只有28岁，所以呢，师父未来弘法的路还非常的长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师父往前迈进，好不好？我们恭喜我们虎尾教室成立10周年，这个10周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也祝福各位新春愉快，甲辰年龙年迁徙平安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万仙万佛，三山天王，诸圣神佛菩萨，现安。我们最敬爱的师父袁心主任，还有所有的感谢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维新电视的工作人员帮忙录影，还有感谢所有的贤士同修，我们所有的团队，今天大家非常的欢喜心，今天师父带天公出行到虎尾教室来，这是空前的善缘，真的是空前的善缘，怎么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全体佩蓉带着全体的同修，只是以最欢喜心、最高兴的心来迎接恭迎。所以事前，因为这个是很难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在群组里面有一直邀约，一直邀约说，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不来的话，真的太可惜哈。那刚才师父还有袁心主任帮我们的祝福，还帮我们的期待，我们都有接到了吗？都有接到了，希望说虎尾教室能够如师父那赐给我们的匾额普孝天威正八方伟大长波真妙华啊。师父刚刚跟师老佩蓉跟他报告的时候，他说云林地区、桃园、彰化地区那些这些地方我们的易经传法好像有一点没落了我跟师父报告过说，虎尾教室一定要飞扬起来，日月长明，古尽重明你们都是我的最大的主旨，大家一起动起来，让维新圣教的妙法善法带给大家平安生日，每一个人心那今天天公，我们万仙万佛每天早上来，我都有祈求，按照师父开示的祈求说，万仙万佛早就在虎尾教室，那今天天公又来加持，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有福报。我也谢谢大家平常对佩蓉的帮助，每一次我接一年多以来，只要活动大家总动员，真的非常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说以后继续的加油。虎尾教室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只是为服务那个什么老祖师尊，为师父服务为师父我们大家服务，大家认真学习学到妙法，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非常好的善法。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贤士同修都已经有很多的应验，希望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让大家平安，师父天公祝我们大家健康平安，然后宏图大展事业顺利，家庭平安然后呢能够认真的来护持这个法，帮忙宣扬出去，让云林县的易经风水妙法能够遍地开花，遍地开花，所有的准讲师都有听到接到了，将来你们都是弘法利生的
那个人才非常的优秀，我们祝他们赶快的能够升讲师，赶快出来开班哈，那湖北教师的人员就赶快冲到十年前湖北教师的荣耀1108个，那个是师父亲口要延展老师哈，108个，我一直祈愿，跟老祖祈愿，赶快能够冲到108个以上哈，所以请大家帮忙。正级班休学的很多，初级班结业没有来接的也很休很多，所以我们九月份有31届的招生报名，还有8月份的初级6班结业，11月要初级7班继续招生，大家懂重点帮忙招有缘的那个善心大德进来接法，让我们赶快能够冲过108个，今天有巅峰主持来加持，可以不可以达到这个愿望？可以哈，师父说可以哦，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大家，感念大家，真的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谢谢谢谢。各位同修，平安，人人所需要的平安的价值，不可说，不可思议。但是要平安，我们要知因果，还要家庭、公司、工厂要如法。心灵要再提升升华，就是要宗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要大家诵经来祈福，都不是为自己，是为大众。虽然是为大众，在天公的标准之下，你们得了90%的功德，在你们家，在你们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你们的龙天护法，2%才转施给天下的苍生。所以老祖他下凡来，还没下凡以前，他就在地球，尤其在海峡两岸啪啪走了8年，然后在第8年，应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提供的邀请，他来世间。当时提供要王禅老祖下来，老祖呢他说我不要世间的人难度，不然你下去好了，换我来做提供。提供拿他没有办法，后来才台湾祖师寻寻觅觅去请到观世音菩萨，去说动王禅老祖，才在民国71年的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那一天降下来，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降下来。和师父天人合一，一直发展到现在来。老祖他将中华文化5373年的文化道统历史在这个时代来，他才又把它接下来转师给我们有缘的同修。
啊，所以这一个妙法是千万年难值遇，千万年啊难得碰到的，所以大家要珍惜。也许有时候你们同学是同学与同学之间不高兴啊，就对冲啊，对冲了，有的两个干脆都不来上课了，那是你的愚蠢没有福报，所以同老子曾经还开示了，不要因为小小的摩擦挫折而退道，这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的福报都是不具足的啊，在世间会有碰到很多很多的魔障，包括我也一样，我要将老祖的啊《心法》《易经》《风水》宗教传到各地，但是也碰到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说的障碍，我笑一笑，那是我的福报没有修好，所以我就要好好去反省忏悔，我才发现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来发扬给普天下的有缘的善信大德啊，大家一起达到平安和谐健康事业如意呀，啊，所以这是我的心愿，啊，胡伟也是我当兵的时候，啊的家乡在胡伟训练中心，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入道，我只是拱修，我假使有一天我能在胡伟。啊，在这里啊，帮助很多人，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学易经，也没有学风水，也没有学宗教，但是有这个功修，想到今日去也想到啊。啊，我们预祝各位同修，大家共去行天下的路。拢是咱大家共起的，大家共起行，大家共起拍拼，大家来成就，大家来建设一个清净人间的佛净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回来这里上课，回来在这里跟各位啊讲解很多道法啊，所以道法三千啊，我也来为各位讲解啊，很多法门道法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有时间啊，那要回来。好，我会利用暗时的时间回来这里跟各位上课讲道，好，祝福各位啊，大家平安，祝福各位啊，和我们正讲师和他的老公啊发大愿，要为老祖为天公转法轮，天公诶，祝福好人老祖。天威也祝福给你，好，那让各位
大家都能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维新圣教麻豆道场住持圆信法师及圆田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很高兴啊，春节排到今天才到麻豆道场。我常常在电视啊听到圆信法师为各位介绍麻豆道场，哎，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听到说，你不你敢受惊？其实我一直想了两三年。我请问圆信法师，麻豆有什么礼物呢？什么事件？我就请我们国际中文发展中心张主任圆信法师，他查礼物呢事件，查到大陆。啊，一个李文亮，就将大陆的疫情，本来是政府直接暗看到这疫情，这个医师叫李文亮，啊，把它掀开来，啊，所以这个。武汉肺炎就是李文亮事件把它掀开来。到了前天啊，我到啊其他道场喝春酒的时候，啊，我就请张主任查看看李文亮到底什么事件。这个两个李文亮，一个事件，都是像疫情，李医师的名都是李文亮事件。啊，他这个麻豆无李文亮的事件，这个我注意听。哎呀，我这老岁仔人，啊，李文亮属兄啦。发现在这个道场给我们在这里修行的道场，所以我很感恩嘛，很惭愧，我的健康嘛老啊啦。啊，有听那无听，无听那有听，啊，所以咱老岁仔人若要年纪大，健康爱动，才会老。健康若轻轻啊呢，啊，一定保持的，逐天听着遐囝、遐孙、遐查某囝讲起起厝厝的话，
阿妈也拢听啊一清二楚，所以健康党冇好处，健康党冇坏处。啊，像这个李文良师兄，啊，甲李文良师惊，我刚才想无李文良什么事惊。结果李文良师兄现在报去这里麻豆道场啊，给我们在这边啊设立教室、设立道场啊，让每个地方都一当平安啊。我们早上一大早7:45啊，就到了湖尾。易经大学教室8楼啊，由我们郭海春师兄所布施出来的第八楼教室，给我们在那边弘法立僧转法轮啊，这拢是老祖的天威，到今来才有法度在全省全国50个道场，还有100间教室，都在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啊，我想到民国82年，在宣佛寺成立啊、第一班的易经风水学啊，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那时候啊，我看到两位啊，一位年轻人自己开车子租房子在后谷川，我看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诚心啊，来到长吉山宣佛寺。我甲问个是，结果就是伊个妈妈啊，这个菩萨要他圆净法师来宣佛寺接这个法，易经风水的法。他一位师兄，他现在啊已经另走一条路啊，所以只有圆净法师。啊，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用心，要将这个妙法普传，所以才有今天的麻豆道场和台南道场。啊，所以大家要感恩圆净法师，啊，他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经营，将妙法传给更多的人，让地方更加的平安，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感恩圆净法师啊，请大家鼓掌啊，谢谢。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是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不是短短的2000多年，所以《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非常的深远，而且《易经》能够让社会家家户户和谐，风水能够让家家户户的啊，成为一块净土，宗教能够让人人能够心灵的升华提升，所以这三宝是维新圣教的三宝。啊，我们在麻豆道场有圆净法师转法轮，圆田讲师也帮忙转法轮，这非常的难得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在台湾正道，对人类有
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转向，老祖也开始要转向国际而去弘法啊，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国际中文发展中心，由张新芳博士啊来接任转法轮，现在和国际接轨的不错啊，我们所以还要继续努力下去啊，我们现在就请张新芳啊严兴啊主任来向各位拜个晚年，祝福各位。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南无无量寿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混下圆禅师，还有麻豆道场住持圆信法师、圆田讲师、圆成讲师，还有我们各位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还有我们今天来了这个长官台南第一分局长王子雄局长。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新春愉快，甲辰年，师父身体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今天来到麻豆道场的这个春酒天公赐福的这个行程，已经是第47场、第47坛了。从大年初一在仙佛寺赐福，大家都知道师父的行程。初二在学院和台中道场，然后呢，初三师父才有时间回去老家中寮老家。到初四呢，开始这个接神。初五开始巡回各个道场，今年还增加了教室，所以到了这边是第47场。这么多场呢，师父一点都不觉得累。而且越来越开心，身体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很高兴？谢谢师父来跟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师父出来跟各位贤士同修学习，也跟我们道场住持来学习，来了解我们各个地方的分司道场教室的文化，还有同修之间感情交流。我在国际事务方面呢，努力了一段时间，将近十来年。这十来年呢，受到很多法师、贤士同修的帮忙，包括我们圆信法师，我们一起去韩国、去越南，我们都跟这个国际的宗教有很好的交流。当时呢，法师也跟着一起去，然后我们跟海外的这些朋友都有很好的交流。现在维新圣教在国际上是有知名度的宗教，不管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宗教方面，都是很有名声威望的。我们越南有朋友，有一个宗教的朋友，他特别要请师父要到越南去帮他们的道场来看他们道场的风水，然后来指点他们的未来。这个宗教呢，在越南很大啊，当然就是因为共产政府的执政之下呢，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呢，特别来请示师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学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之外，更进一步帮助别人，这个是海内外放诸四海皆准的。我非常荣幸可以在这个法船上面跟着这个法船，依法会心，依法会友。在此祝贺各位甲辰年龙年迁徙吉祥安康，阿弥陀佛。啊，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走出去啊，开始到现在55间的教室，
这个功德天啊，是我们的同修啊，圆道法师和圆斗法师第二家，第二届的是圆道法师、圆斗法师啊，给我的信心，走出去走，才能走到麻豆来啊。现在啊，圆道圆斗法师啊，派了他的大公子王子雄分局长在现台南第一分局分局长王子雄局长，那我们他也来了，他要来接我到啊第一分局，不是审论呐、啊，要去那边喝茶、啊。我们现在就请王子雄，他也是我们的讲师，他也分局长，很快就会升局长了。请王子雄跟各位拜的晚年。我们尊敬的老祖师尊，还有我们最尊敬、很感动的我们宗主上文下缘禅师师父，还有我们麻豆道场圆信法师住持圆田法师，还有演讲师，还有圆信主任，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我们大安寺十七届的贤士同修，那看到演讲师也很感动，因为我们是同时期在学院在进修，在师父的体制里面，我们在学修，到学院也到一段时间，也有这个天命担任讲师。那我讲的这一小段，大家都知道我的因缘都在台北了，所以我在台南待快三年的时间。那今天来到麻豆道场是第三次来。那我们来到台南啊，其实我们是很惶恐的心情来，我们跟台南没有很大因缘，借由老祖安排来到台南。但来到台南，第一个感受到啊，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法亲人亲的感情。因为我们到每个地方服务，在台南服务到一分局是今年1月17号过去，来台南服务了三个分局，分别是学甲分局、第四分局，还有现在的第一分局。那到每个分局，我们到辖区去看啊，只要看到门口啊有师父的墨宝，有我们的春联啊，就分外亲切。然后甚至敲门进去啊，大家看到我们第一个贤士同学阿弥陀佛，这分外的感情啊。所以来到台南啊，也受到我们很多贤士同修大家的帮忙跟支持，让我们地方能够和谐。所以前两年时间啊，我都在四分局，那很冥冥中的因缘，四分局啊，就我们台南道场圆信法师的道场。所以大家圆信法师在台南道很多好活动啊，很多宗教活动我们都一起去，因为第一个我们是贤士同修，我们师父好弟子。那藉由在礼拜老祖的过程中啊，把我们的心声啊向老祖报告，那藉由相当的法仪啊，我们得到我们很好的印证。那今天刚到现场啊，我们比较慢一点，比是晚到。那我看到我们的麻豆道场的罗师兄，罗师兄，其实我要特别讲，罗师兄是让我们的很多贤士同修，我们都在追随师父，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们在各行各业都很杰出，也很多好的因缘。所以这个好的因缘啊，会帮助我们在学修过程中突破，也帮助我们宗门每个道场在发展。那我当分局长会感受更深啊，因为我们当了分局长更要结十方好因缘。那我们罗师兄啊，事实上在我当分局长过程中啊，给我很多的帮忙。那看到我们在本门地区啊，李林杠陈师姐他在学修过程中啊，学了我们法。那我们台南啊，是众神之都，他在我们李林杠仁安宫啊担任一个神职人员在服务，那会把我们的法在各方面普传出来。这我们在生活中的实践，这分局长在担任我们师父的弟子，担任分局长这个职务，在每个地方看到我们贤士同修学了我们法都能用，就像我自己也在用这个法啊，所以我到每个分局都很平安。当然师父很慈悲，都特别来给我加持，但是我们有正心正念，我们学了法，我把我们的办公场所摆放如法，用会印证，那这个让我们就能够有所发挥。所以我是很高兴今天师父再次来到我们台南，
哦，所以我特别来邀请师父，只要分局长时间围坐坐，让我平安，我个人平安啦、啊。哦，咱全部咱台地安也平安，所以代表我们东区的民众来遮迎接师父，念伊后一站哦，来第一分局，哦，第一分局咱东区的民众大家安居乐业，交通顺畅，各行各业拢兴旺。在此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来，各位学弟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谢谢分局长。好的，听他讲了，哦，我不是要我去地分局审论，啊，我跟王分局长说，啊，你到哪一个地方要让哪一个地方平安，啊，遐兄弟呐，做尾的，因为想甲过过掉，啊，特别做尾啊。啊，细尾诶，都好啊，家己饲哦，变大尾，啊，大尾也用得上锅，啊，这个啊，我常常跟分局长啊勉励，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请，延信法师为各位祝福。师父，云清主任，云林讲师，春如讲师，啊，分局长，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回想毛药道场成立至今，从96年，在7月7号，那时候入火安坐，农历7月7，那时候开示。老祖辈在惠安泽的气味爱可去游境，那时候以很多宗教活动的七月他是都是没他没得活动，但是师父指示老祖所到的地方一个魔道没给别没给惠爱情游境，老祖是否他给侬平安，所以我们毛道场那当初入我安坐是在农历7月7，那时候那一天也很神奇，因为师父加持，天上就两个台湾刚好上下刚好两个台风眼，这个在历史上那个气象都可以查得到。那麻豆这个地方的地名，麻豆在平埔族讲的就是眼睛，我刚好相应两个台风眼。那在麻豆这个地方，师父是否麻豆本来地方地名是？没有这个草字头，那师父开示老祖兵法撒麻成军，撒豆成兵，所以今天各位都是老祖的爱将，共同转这个法轮。那师父刚刚开示到，那民国83年还有大地西林下，德文啊可以闻得正法，真的是非常法喜。这将近30年的时间呢、啊。那路程不知道跑也是上100万公里以上啊，一个学到我画了一张不有个地马上帮助他人，我鼓励同修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已经培养出很多讲师共同来转这个法轮，所以毛道场云林讲师陈如讲师带领大家共同来护持老祖师父的法。那因为今天已经甲辰年，今天是2月1号，我这边很诚恳，除了恭祝大家甲辰年一年打完平安，这是师父最大希望打个平平安安。我新弟子来个拜六座，我们说所祈愿的法会，包括台南麻豆，咱自己共修，初一十五的共修也好，或是我们自知道道场的法会，都希望六座属尊主菩萨。加持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那今天师父来师父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业能顺利，那还有一点我是希望
在今天这个机会，今天2月1号了，总本山水陆法会老虎圣诞法会在即，所以3月26前一个礼拜，让来大家全体动员。所以今天有看到在这在场各位，大家一样莫忘初心，共同把法务转了货。毛道场今天的法务就是净土坛，是只要师父报告，每个法师接到法务，一定会全心全意去安排一者。希望毛道场同修不要分彼此，不要分你我，不要分说啊，今天我们他是哪一个单位？毛道场就负责净土坛，我们就要对师父给我们的这个法务，我们全力把法务做好。所以法轮常转，常转法轮啊！希望讲师还有各位同修，今天的在场各位同修，今年的重要的法务在即啊！我希望各位大家共同来转法轮，把法务圆满。也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原田呢？我们请原田法师向讲师向各位祝贺。师父，老师，主持老师啊，还有原先主任，还有总局局长，还有我们的讲师各位同事，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师父跟诸佛菩萨一直加持，让我能够继续传法，然后能够越来越平安哦。希望各位同修跟着老师走，大家一定会很平安啊。现在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谢谢圆净法师对各位的勉励我们每次大活动都会有很多的挫折。老子笑一笑说这是考道大家不要退道，要有信心。老祖的话是要让大家平安，让大家能够增长智慧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开示。今天提供出神来到麻豆道场，虽然法仪简单，但是提供出神在5年前提供出神由地球5大洲，在去年10月15日由5大洲登来就回到现佛寺维新圣殿端坐莲台受我们大家来礼拜，而且加持束缚给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以外，就让台湾家家户户平安处处都充满着华喜，这个是老祖提供的束缚给我们所以提供束缚人都做束缚人的好报你不知道有收到吗？在梦做冥梦修的哦，让大家平安过年，提供出神的珍珠币是为了台湾平安好过年为什么献出表心意共同来创造世界真和平这是天公行出神的本意然后祝福给各位同修
啊，大家平安，福慧增长，厝的囡仔拢聪明乖巧。啊，我来到这里就想到老左右、老左右，啊，这予我印象非常上的深。啊，老左右是咧一家在保佑满岛地区的文旦游，啊，在啊未来千秋万世。问到问到有拢会当大丰收，啊，这是老左右也想大的啊旨意，啊，是希望各位同修啊，一只然后老左的好啊，迄油啊好啊，啊，你得买一粒送我食，剩啊拜老左，哈哈。啊，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啊。